谢谢曾主任，谢谢哈。好，那我就在这边好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跟大家讲述一下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淡江大学日文系助理教授廖瑜清，然后我现在教授的课程里面包含了今天的这一堂课，叫做村上春树讲座里面的，今天题目叫做村上春树文学中的姓名密码。那各位看了一下就觉得这个题目好像看起来好像很有趣，好像在那个好像在上那个侦探小说的感觉，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哈。好，那在上课之前呢，好，还是要提醒各位几件事情哦。刚刚曾老师也有说过，就是各位上课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请大家上课的时候尽量不要玩手机，第一个好，然后喝水可以，但不要就是吃东西这样子，对，给大家就是跟你一起上课的同学以及给上课老师一个尊重哈。好，那在上课的一开始呢，各位同学，我要先告诉各位，我们这一堂课其实是有作业的哈，跟上在我们期中考前那一周的徐老师哈，那个许君润徐老师一样，要做一个小组分配，然后待会会有同学上台发表。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大概我的设定是大概五到七个人一组，所以我这张纸发下去的话，我这里只有20张，所以应该不会每个人都有一张，所以麻烦各位请在下课的时候找好组别，然后呢可以开始讨论一下，我们只有两题的题目哦。好，那麻烦各位来帮我传一下，谢谢。好，在传的同时呢，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啊，时间不是很多，我们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好，那今天呢，我要讲述的题目就是告诉各位，我村上春树文学中的姓名密码，到底他的文学当中呢，村上春树的文学当中到底有什么密码，而且跟姓名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我想应该不会太无聊，因为今天会讲很多故事哦。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页。好了，那这个呢，也是在我们刚刚发下去的课程回馈单上面的其中一题哦。好，那请大家先就是下课的时候10分钟找好你的组员，然后把你的组名，如果你有特别的组名，像是臭豆腐组、阿珍组，那个我都没有关系，就写上去啊。那我们会请同学上来发表 ，OK？ 好，那这其中的第一题呢是村上春树讲座课程吸引你的原因，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你可以下课的时候讨论。请问一下，你是因为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而选这堂课的人，请举手。我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请举手。没有，有，好，我正在进行制当中，所以我也举手。好，第二个，只觉得选这堂课呢，是因为跟村上春树有关系的，反正这样子就很吵的，请举手。不会到最后都没人吧？好来，再来，想要跟了解村上春树吗？有吗？有的，请举手。好，你想了解他什么？他的想法，我没有他的电话，没有办法告诉你。好，还有没有？还有呢？读他的作品可能可以了解一点。好来，有没有？还有吗？好，刚刚的全部都放下，太过分了。好来，再看一下，还是你们觉得我们的师资阵容超坚强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太过分了吧！我站在这里，居然没有人举手。OK， 好，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好。还是你不只是想要阅读村上春树为他的作品而已，而是你想要再更了解他深层的想法，就像刚刚的代名，对不对？你说的对不对？好，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去阅读村上春树，可能跟你讲起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研究两个字，可能会跟大家会觉得对这两个字非常的遥远。老师，我是来读书的，我不是来研究，你叫我做什么？可是呢，好，你读书其实就是在研究的前半段。已经踏出了第一步了，所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要阅读村上春树之后，你要怎么去接触，怎么去研究，好看这个作品，而且是深度的，而且广度更广的。各位请注意，你在看作品的时候要注意这五个条件。好，各位可以看得到物语，看起来很像日文的那种感觉的，那叫故事，英文叫做 story， OK。 然后呢，这个物语组成一个故事的时候，各位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故事里面没有人，
应该也不会成为一个故事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呢，要有时间，跟着时间的推移，然后呢，发展的什么故事的发展、情况的发展不一样，就会怎么样呢？造成我们所谓的情节。再来，还有地点的变化也很重要。譬如说，在村上春树的作品当中，就有很多人读了之后会觉得，哎，我那画不，因为它的空间一直在变换，甚至是那个空间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去过，也不是很熟悉的地方。那到底什么地方？譬如说呢，好，有作品里面可能会，譬如说像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EQ84 有吗？这个是最近的作品，2009年的作品有吗？没有，有听过这一本的，请举手一下。很好，大家的手都还没睡着，很好，来放下。好 ，EQ84 那篇作品呢，在开头的时候有一个女主角，女主角的名字叫做青豆啊。这个青豆呢，好，她很有趣的就是她呢，其实看起来就是刚开始描述的时候呢，我的感觉是哇，她好利落一个女生，竟然呢，很像侠女的感觉。殊不知到后面的转折，竟然是一个什么杀手？为什么呢？她从高速公路的什么呢？高速公路，日本的高速公路是这样。跟台湾的高速公路不一样，日本的高速公路是可以停巴士的，他们有一种叫高速巴士，可以停在那个巴士旁边让你下上下车，然后继续往下开，跟台湾的不太一样，台湾不能路边停车，对不对？好，所以他呢就在那个什么日本的高速公路上面停下来，巴士站停下来，然后呢，好，你也知道高速公路通常都会高架，所以他就走下去，他就从走下去到一般的平面道路，从此他的世界呢就变成两个世界。后面因为一大片三本在此不便赘述，请大家自己去看哈。这个空间的转移，再来还有一个是雾，这个我打红色，所以你知道这个其实很重要哈。上过课的都知道红色很重要。再来就是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好，发生了什么事件，然后一个加上人不同的穿插，然后就组成了一个故事。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哎，老师，那你到底要讲什么姓名密码啊？密码到底是跟谁有关系？就跟这个雾有关系。这个雾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呢，就是在这篇作品当中贯穿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很重要的元素。好，那譬如说，哎，我今天提的题目是姓名，那是不是对每篇作品都是很重要的？哎，不一定哦，每一篇作品的重要性不一样，所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它有时候会等同于，会从那里可以知道一些蛛丝马迹呢，可以从你的譬如说书名或者是标题上面，你可以知道它的相关性。哇，这个超重要，这样子哈。所以你如果有看到别人在写作文啊，或者是写论文的时候，你看他的题目就知道，哦，他这一篇要讲这个东西哈，重点在这里。于是呢，哈，有一个更容易让大家能够吸收、更了解的东西，这个名词叫做 keyword， 大家知道吧？OK， 这个 keyword 就是所谓贯穿这个要素。那好了，那个密码跟这个 keyword 是一样的意思嘛？好，某种程度是一样，请大家往后面听哈。好吧，那我们继续往下面看。那既然如此，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村上春树的作品的分类。大家知道他有总共有几部作品吗？大家知道吗？不知道，总之很多就对了，哈哈。好，来看一下，好，大概分类，我们大概的分类，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区块，好，那每个人的分类方式不太一样，哈，有的是以创作跟翻译作为两个大区块啊，有的人是用他的什么创作的那个类型啊，好，那我把它分成三个区块，一个是翻译，好，他会翻译，哈，村上春树会翻译英文的小说翻成日文。然后他自己会写随笔，哈，也会写一些什么散文等等，哈。好，再来，大概大家会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小说，因为包括从我们第一堂课到现在这堂课，大概提到的都是以小说为主，哈。那小说里面又分成长篇小说 and 短篇小说，那你一看就知道这长度不一样。可是呢，哈，当然也有别人不同的想法，说，哎，我还觉得还有中篇小说，哎，因为它的超长的三本，哎，然后短篇的话呢，可能两三页就结束的也有哈，所以就有人说，我觉得应该有中篇，像那种只有一本的，那是不是叫中篇啊？那这就要看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我们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太多了，我们就把长篇小说哈，把它抓出来一看，有一个这样的一览表。好，这里的一览表里面呢，今天我们要提的是姓名，大家记着 input 好哦。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姓名 and 密码哦，这两个东西要进到脑袋里面去。所以呢，好，在这个长篇小说里面，我们就把它的出版年限跟它的名字去。
全部一个一个好把它就是列出来。好，这里出版年限我就不一个一个列了，大家知道这前三部是他的初级三部作哈。好，里面呢，好，再来接下来还有他的世界末日与冷酷意境，还有这个大家之前的讲师也有上过的，老师有来演讲过的，是挪威的森林等等，到这些加上这个我说超长一部叫做发条鸟年代记，这一部也很好看哈。再来人造卫星情人，海边的卡夫卡，黑夜之后，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超长三部作哈，来 EQ84，最后是最近这两部连续两年好来就是发行的这两本哈。好，那我们把所有的主角的名字呢都把它列出来，譬如说你看《听风之歌》，好，我没有把所有的啦，大概就是把它的登场人物不一定要是主角哦，配角也算哦哈。好，来我把比较重要出场的次数比较多的哈，对不起有一点主观，但是还是把它列出来，譬如说像这个哈，我啊老鼠啊，还有那个老鼠对不对，然后我啊或者是什么老鼠跟侄子哈，还有什么驯养冒险记，请大家这样子看出来。好，那 有一些部分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像这个中文呢，这边大部分是以中文为主，以中文的翻译本为主，可是事实上呢在这边没有表现出来的是像这个 Kitsuki 的地方啊，它其实在日文里面它是标示什么片假名。好，片假名。 好有几个地方，还有像这个譬如说田村卡夫卡啊，这个卡夫卡他不是写卡夫卡这个汉字哦，他是写什么呢，他也是写假名。还有这个什么纳卡达这样子，这个也是写什么呢，也是写假名。好了，这些是一览表，老师这有什么好看的吗？来我们来分类看看好了。好，这边大概看一下，等一下还会再出现第二次哦，请看。来，在我们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里面，如果我要把他的姓名做一个分类的话，各位如果要分类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分回这几种吧。其实这个看了就知道，懂日文的就知道了哈。汉字的标示只有汉字出现的，只有汉字出现的，还有再来就是假名的，然后再来是罗马字，下面叫做罗马字，罗马字就是那个 A B C D 啦。OK，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好，等一下大家会看到用黑色的哈，黑色标示出来的是动物。刚才有没有看到老鼠啊？不是真的老鼠了，我说有吗？好，有吗？好，鼠还有什么呢？羊男有没有？有。好，再来还有植物的嘞。好，植物是什么啊？植物是什么？有什么？青豆啊，也算啊，是不是？好，是不是？好，再来，请看一下下面一个色彩哈。青豆里面也有青啊，好可怕哈！色彩哈，好，汉字表示看了就知道。再来还有一个假名，那个是什么？用平假名，平假名就比较普通，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很多的老一辈的日本人，他们其实有的名字里面其实都是用假名表示，不一定有汉字。可是呢，如果他用的是片假名来表示，哦，跟你说，这个在日文的表现上面表示是什么呢？没什么事的时候，平常不会写假名，除了外来语以外。那如果有特殊的时候，就会特别强调的时候就嘣嘣嘣就给你写什么这个片假名，所以它其实有一种什么强调它的意义哈。那因为每一篇作品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告诉哪一个意义是一样是什么样的意思。再来一个是罗马字的标示，罗马字的标示在刚刚如果大家有看过海边的卡夫卡的时候，应该知道里面有一个专门杀猫的角色叫做 Johnny Walker， 有没有？有知道吗？知道这个请举手。有看过你知道哈，很好可怕嘿。好，所以他呢用罗马字标示哈。那对于针对这个什么Johnny Walker 他的个性人物像呢，其实也有就是诸有探讨的论文哈，大家可以有空去找找看。于是我们把它变成这个样子的一个表格，各位请看。好，我呢，好，当然不用说，我是指我自己嘛，对不对？然后呢，老鼠刚刚说的动物我就用黑色的了哈。好，再来呢，好，蓝色的刚刚有标示出来，我告诉过你们，就是那个蓝色的，其实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片假名来的，片假名。OK， 好，那个片假名它呢，因为翻成中文的时候呢，在坊间的那个翻译书上面可能就不会直接标示片假名，而是用罗马字，就是英文字母来代替。那再来就是像譬如说像这一个，好像马耳他，为什么我用这个标起来的？因为这个有一点像日文叫做 RKG 啦，就是它的发音，然后我们找中文里面相似类似的字音，然后去对应它。那日文叫做 Maruta，
对不对？好，所以就是马尔他，他一个姐姐叫做克里特。然后还有什么？最近有看过这一部吗？人造卫星情人，嘿，这一个里面有一个韩国人，韩国人叫做缪缪，有没有？缪。妙妙，嘿，他就把它翻成妙妙等等这些。好，那我们全部都要看吗？也没有了哈，各位同学不要想太多，我们只要看这一本就好了，嘿。好，这一本有看过的请举手。好，戴明没看过，还没看过这本，本人觉得还不错看哦，嘿，你看的感觉怎么样？之后应该还会有续集。好，他觉得还会有续集。好，我也很期待。OK， 好，他的还不错。嘿，这本看完了吗？看完了，你觉得好看吗？五颗星，你给他几颗星？四颗。好，四颗。好，四颗星。你本来就很喜欢村上春树吗？对，所以给他四颗星，五颗星应该是应该是算不错的作品，你喜欢的作品，是吧？哈，好，这本作品有没有其他人看过嘞？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吗？图书馆进了三四本哎 ，OK， 好，那来看一下这部作品，来看一下，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就是我们要开始讲故事了。来，我们我没有太多的引用，大部分都是做 PPT 来跟大家叙述这个故事，所以各位请看哈。有关于这个没有色彩的多奇作与他的和他的巡礼之年这一本哦。很难得的是，在这个村上的作品里面，很难得长篇小说会有这么长、这么绕口的一个抬头这样子哈。好，那这个作品其实还蛮有趣，它长这个样子。好，它长这个样子，叫做村上春树，这是本我这里有日文版，然后也有中文版，中文版已经出来了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稍微通常呢，我们在做一个做研究太沉重，了解它的背景 ，OK， 你要找一个对交往的对象，先要了解摸清楚它的底细，是不是？作品也一样，你要先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呢？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背景？所谓背景就是什么时候出版，讲的是什么故事？然后呢，它刚开始。他有没有在报章杂志上面先登录？这个呢，在日文里面叫做初修修之，修修之很重要哦，哈。好，就好像我们在念日文的，某篇作品呢，帽头，你们知道什么叫帽头？不是帽子头，是开头的那几行，超级重要。所以呢，各位同学，好，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这本作品呢，我说的是日文版哦，不是中文翻译版。好，在2013年的4月的时候，好出版了在日本。好，2013年9月的时候，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版。好了。这个呢，数字呢，哈，是要告诉你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哇！短短半年之间，竟然卖了98.5万，不是九十，就是98.5万本，在日本，超可怕的耶！这样是几本啊？你知道最近日本的那个出版业，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哈，出版业其实没有，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风光，能够卖出这样子不容易哦哈。最近呢，这个台湾的媒体应该也有，就是也有这样报这样的新闻，就是，村上的最近那一本书叫《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好，那一本书，他们呢，据说蝉联排行榜历久不衰，还在榜上面这样子，前十名，前几个月的时候一直都是第一名，然后你去书店一看，他就把它围成像一座墙一样，很像那个有没有饼干塔一样这样子嘿上去哈。好，再来看一下，再一个，这个主题呢，好，为什么老师写了一个？主题会不会是等于3.11震灾呢？为什么呢？各位如果有读过村上春树的作品，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关怀社会的人，特别是之前有发生过有没有沙林毒气事件，有没有地下铁，有没有死了很多人，有没有大家有印象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看着我？好像我跟你们不同年代一样。有啦，有这回事啦。OK， 好。所以呢，好，他针对这个作品，他针对这一个事件，他其实就写了2部《地下铁事件》，好，还有第二集续集这样子。好，那么再来呢，还有就是，通常在日本发生什么大事情的时候，其实村上春树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就是写作啦，或是用不同方式来关怀，凸显他对这件事情。
情的关心。所以呢，好，在这一本来，各位请教各位一点，请问一下，这个2013年这个时间点跟311差多远呢、啊？各位，基本常识哦，基本常识哦，来，311哪一年发生的呢？啊？2010年不是，太早了。2011年，好好，不要太早。2011年哈，2011年的3月11号发生的哦。好，这个3月11号的时候呢，哈，发生了一个这样的地震加海啸，还有加上核灾，哇塞，这简直是全世界所有灾难都到哪里去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觉得村上会不会想写这个主题呢？应该会吧，他应该会投射，或是说写一些散文来叙述一下他自己的心情，好、哦，来表述一下，或是反映出这个主题，这个天灾对于人的影响，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呢？好，这样子的一个热情，对人性的关怀，有没有呢？哦，大家觉得一定会。2013年，当他有消息出来要出版的时候，天哪，所有人都在猜是不是这一本，大家就在想说，哇，真的是太关怀社会了哈，然后呢，一出来大家全部都趴倒，为什么呢？这里面讲的故事跟311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来，那是什么呢？等一下再来说。嘿，好，再来，好，有了，告诉你的五个大学生的青春过往的故事。各位亲爱的同学，这个跟你们就很有关系了。各位是大学生吧？是吧？是吧？是的哈，好，再来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登场人物的这个特色，还有另外一个登场的人物姓名当中都有色彩，只有主角没有。你看这个什么？你看这一本，你看这个这本是日文版哈，啊，中文翻译在上面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好了，所以你知道谁没色彩？多奇作没有色彩，没错，就是他没有色彩。为什么没有色彩？他的名字里面看不出有什么颜色啊？那到底他会不会有颜色？你觉得？我没看过故事，我都知道啊。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多奇作他有没有代表颜色？可能有，可能没有。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探讨一下。待会如果有时间呢，好，我们会给各位时间哈。如果下课时间不够，我们大家会给上课会再给多给大家一些时间讨论出来一个这样子的结论。来，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人小组哈，他的五人小组，他在文中号称叫做不乱的调和的共同体哈，这是翻译的内容哈，就是翻译的这一个文字。好，主角多奇作出现，各位记得哦，我刚刚说那个什么文学作品赏析的要素，第一个要是什么人啊，物啊，人啊，人。OK， 好，人是谁呢？主角，好，主角有分很多种嘛，不是很多种，就是登场人物分很多种，其中一个叫主角，另外的全部都叫做配角，这样哈，一个叫主角，其他的叫瓦基亚哥这样子，好，然后呢，好，统称叫做什么登场人物？来，登场人物里面呢，好，来各位请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是这样。他说呢，这个故事呢，其实开始是在高中时期，这个五人小组成立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各位回想你的高中，是你的青春岁月最灿烂的时候吗？还是现在？现在是糜烂吧？不是，现在是灿烂还是糜烂？各位？不知道，总之很想睡觉这个时候。好，来看一下下面一个，他高中时候呢，他呢跟四个同学组成了五人小组，也不是说我们来做什么七人帮啊五人帮，不是这个意思，就自然而然大家就聚集在一起了。好，而且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在名古屋这个地方哈。然后再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成员有谁哈。这个都是什么呢？好，在台湾的赖明卓老师的翻译本，他是怎么翻的哈？好，在日文里面他只有翻颜色，西罗、库罗、阿卡、奥，就这样哈。但是中文翻得很可爱哈，就是蓝仔、红仔、白妞、黑妞，大家一看就知道，只要是妞的都女的，对不对？是，那蓝仔跟红仔，对不对？好，好看，就是应该是男生的啦。好，那时候刚出来，这一本翻译本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 episode，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趣事，就是说到底要怎么翻这个红蓝黑白呢？嘿，啊，有人就叫什么阿黑、阿白、阿蓝、阿红。小黑、小蓝、小红、小白，好像像小狗的感觉哈。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翻不错吗？这样
你们可以接受，还是我觉得阿红哎比较好？这个哈，各位喜欢这个吗？还是喜欢还是小白？你们觉得怎么样？小白不要啊，小黑呢？哦，更惨哈。好，来看一下。好，所以呢，他们五个人之间呢，就形成了就是大家彼此互相互助，然后大家有时间就聚在一起这样子。好，在上课的时候呢，不是上课以外的时间也是，所以形成了这个五人的小组，看起来感情非常非常的好，一直到了毕业，高中毕业了，你们知道。跟高中岁月说拜拜的时候，有没有迈入大学崭新的生活呢？有吗？各位有这样觉得？有。好，所以高中毕业要升大学了，升了大学之后呢，很有趣的是这五个人只有这个洛奇做一个离开名古屋去东京。 OK， 好，所以呢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说多花一点时间回来，好跟大家相处在一起，大家会嘛，对不对？如果 有什么事情，大学里面遇到新交到新朋友也好，或者是遇到什么委屈也好，总是会有找时间想要回去跟自己的就是高中同学聚一聚，有没有啊？有吗？有吗？有吧，有吧，大家还清醒的吗？还是要来做体操一下？好好来看一下。好，在可是事情就来了，来了来了，在大学二年级的那个夏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就这个多奇座呢，他就呢搭着这个什么啊，搭着车子回到了名古屋，一如往常想要去找他四个朋友。好，可是他就觉得很奇怪，他找谁谁都不理他，要不就是推脱他，要不然就是直接闪开说他不在，明明就在家还说不在这样子。好，然后呢，好，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带着满腹的疑惑回到家，好，依然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然后呢，他想要找出那个原因，他想知道为什么你们大家怎么突然都不理我，怎么打电话，你怎么不见，你怎么这样，你明明在家，怎么这样？他心里受了很大的伤，又带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想知道答案又追求不到答案的时候呢，好，他呢，好，觉得他们之间好像原本那一个坚不可摧的这个五人小组，好像变了。大家最害怕这个字，对不对？变了，变了，好，感情变了就变了，对不对？所以呢，好，所以就这样，他也不知道原因，就把他怎么样呢？排挤出去，哈，然后呢，他们的五人小组再也没有了，也再也没有聚会，因为这个多奇座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排挤他，搞不清楚来，所以呢，多奇座，对不起，字有点浅。他本来很开心的，因为他有朋友，虽然他去东京念书呢也是他自己想要去的，好想要念的东西，好，可是回来总是可以分享新的事情嘛，大家互相交流一下。结果呢，因为他回来的依靠精神的什么支柱竟然就这样子分崩离析了，所以他再也不开心了。就这样，他甚至想过他要去死，带着这样子的疑惑，好，然后呢四年就这样过，当然中间有遇到一些人啊，有遇到一些人，可他始终心里最在意的就是他那四个朋友。好，甚至觉得啊，我不如来去西后来，大家要珍惜生命哦，有没有知道吗？哈，好，上次上景雀老师的课，跟曾老师的课都告诉你爱惜生命，大家看得到这里有跑马灯吗？珍惜生命，聪明的人来看得到哦，看得到吗？好，看很聪明，好，来看一下，继续。好，所以呢，他很想知道原因，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想知道，毕业之后还想知道原因，很想知道原因，到他现在到底还不知道原因，他现在已经36岁，不六十岁，36岁了，好，36岁了，还不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这时候呢，好，在这个时候呢，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叫做沙罗的女孩子，哈，她是他很像女朋友又不像女朋友的女朋友，很奇怪哈。好，然后呢，好，会跟他分享事情，结果呢，在一次的会谈当中，好，他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之间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始终觉得你心里藏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某种东西，那个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们看不到未来哦，这件事情就很大了，对不对？通常男生听到这个时候觉得啊，你要离开我，要跟我分手了。好，当然呢，他也没有这么的警觉下来。那当下的东西说，并没有觉得说哦，你不要离开我，也没有，他只是觉得说，对哦，那到底是什么？他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在这个沙罗的什么呢？鼓励之下，他就说，好吧，我觉得你应该要去把那个原因找出来。不行不行，你这样下去不行的，我们不能够就是好好的往前走这样。于是他呢，好，开始了好巡礼。各位各位各位，请看这里有没有 title， 有没有巡礼，有没有告诉你，老师告诉你这个 keyword 有时候会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他的什么 title 里面。好，要注意这个巡礼是什么意思呢？好，不是就出巡的意思哦，跟妈祖不一样。这个巡礼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的一个仪式，他的一个成长，从有到没有，或是没有到有，总之一个人生在成长的过程跳上去，或者是什么呢，转换的这样子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巡礼啊。所以呢，他就去开始去找答案。找完答案之后，你觉得，我们先设定一下，你觉得他有没有找到答案？觉得他有找到答案的请举手。你们对人性这么的失望吗？ OK 啊，有找到答案吗？有没有找到他的答案？应该不知道，等一下说吧。好，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改变？他找到答案的话，如果或是他没有找到答案，你觉得他会不会改变？那你们把沙罗拿去哪里放啊？请问一下。好，所以呢，好，这个巡礼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这个部分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对不起，好来，巡礼这个东西呢，到底他去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回到这一个，好，回到这个多奇座的身上，并且带给他什么样的影响呢？好，这就是我们要来探讨的问题。来看一下，我们来问几个问题。时间刚好来，问题提醒来了，请问一下，刚这个故事讲得够清楚吗？够清楚吗？好，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觉得多奇座真的没有任何色彩吗？如果有，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很难猜哈，这个要怎么猜呀？这我没有叫你猜，我给你线索。再来第二个，你觉得色彩这个东西，有没有色彩这个东西，对多奇座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会有什么影响？有，会有什么影响？没有，又有什么影响？各位，你觉得？嗯哼。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来，各位请问一下，我们先做一下事前哈出口民调，来看一下，你觉得多奇座真的没有色彩？反正就是题目就这样讲，我们就觉得他没有色彩的，请举手。你觉得他没有色彩？我觉得他有的，举手。其他的同学，哎，来了，对不起，哎，好，来，请举手，每个人都要举手。好，好，其他的是怎样？老师你说了算，是吗？是吗？好，那举友的同学，你觉得它会是什么颜色？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随便猜没关系，嘿，没有看过很难猜，对不对？好，随便猜没关系，我看你等一下会不会猜中，嘿，跟我的答案。好，请说来。你觉得白色跟那个小白，不是小白，说错了，白妞啊，是一样的颜色，是不是？好，你觉得直觉嘛，对不对？好，直觉，你还没看过，对不对？还没看过，好，欢迎可以去看一下，读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吗？来，黑色帅哥，每个都黑耶。没有，那因为就是深情款款的看着我，就是他黑，来吧。彩色，好啊，彩色，彩色是什么色？彩虹的颜色吗？还有吗？有没有？我们再一个人，再一个答案。有没有觉得？有问题可以问老师，为什么一定要有颜色？为什么要颜？你可以反问我啊，没关系啊，为什么要有颜色？你要回答问题的。对啊，怎么这样？有没有？有没有？他以后要当那个宗教的教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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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要发光，没有，没有，没有。好，有没有猜一个答案？有没有猜？但你要不要猜看看？来，快点举手。你觉得透明哦？好，你也还没读过对不对？我觉得透明搞不好是一个答案呢。
OK， 很好的答案，我觉得很好的答案。好，来，那多起座对于对不起，色彩对于多起座会什么影响？好，接下来呢？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在这边刚好可以做一个停顿的休息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先卖个关子，下半段还有哦，请大家期待一下。但是要请各位的下课，提醒各位下课的时候，麻烦请大家把你的那个单子哈，来找五到七个同学写上，上面要写名字哦，会成为初五。金老师为我们做一下说明，刚颜色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它提课本的作品的题目就叫做没有色彩的多。那你如果阅读他的文本，你会发现他对于自己没有色彩很 care， 很有自卑感。为什么你们的名字都有色彩，我就没有？然后现在我们的廖老师要去推出反论就对了。刚有个同学讲啊，他不是没色彩，他是多彩的。哎，这个很好的答案哦。他不是没色彩，他是好到多到透明的。哎，也很好的答案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到底是什么呢？老师有画下去，请你们要帮忙写的东西哦。等一下来看一下各位写的认不认真，我这边也会看一下的哦。不是这样就可以 pass 过关的啊。好了，没问题，再次啊，热烈的掌声，我们欢迎我们廖老师啊，廖主播要上台为我们卖膏药了。谢谢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呢，我在学的时候受到谁的影响最大吗？就是他。所以我这套是跟他学的，可以留下成堂证供。我跟王老师都是曾老师的学生哈。好，来，所以然后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继续卖膏药，所以膏药的始祖在那里哦。好，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呢，回到刚刚我们最开始就是上一节的最后的这个地方，各位请看一下，多起座真的没有任何的色彩吗？因为他的题目里面就是说没有色彩的多起座，那你真的相信他也没有色彩吗？你知道有时候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说没有就是有啊，是不是？好，那如果有的话，那是什么颜色？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OK， 好，那如果是什么色彩对于多起座会有什么影响，继续看下去来吧哈。在这个看下一页之前，要跟大家对说明一下的这件事情，就是刚刚曾老师有说过，我们的主任有说过，他说这个多起座呢，看过文本的人都知道，他非常在意这个五人小组里面大家都有颜色，就我一个人没有。他虽然大家都没讲什么，也不会对他有特别的差别待遇，可是他就觉得心理上有一种我跟别人不一样那种感觉。好，对不起，这里呢，好，是我用日文做，就是做的一个表格，把他们四个的其他四个人哈，跟那个谁多起座做一个表格的大比较哈。这个大比较看得清楚吗？虽然全部都是日文哈，我会简单的翻译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那个阿偶哈，这个人哈，阿偶指的就是什么？你看他的原名，他本来的名字本名叫做青海月夫，你觉得他是蓝的、红的、白妞、黑妞？啊，蓝仔。男的是这样讲嘛，对不对？好，他呢，我们来介绍他一下。这里这个表格是这样形成的：16年前，也就是他大学二年级，对他人生转折最大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时间点，知道什么？然后呢，绝交事件到他一直到毕业之后，跟他在36岁。各位，这样子的推移的方式，刚刚我有说到一件事情，亲爱的同学，我有说文学的赏析的要件有一个重要的要素，五个里面其中一个叫做时间，就是这样子。当时间不一样的时候，它其实发生或是它所具备的条件，其实所处的状况其实就不太一样。那看一下，如果是青海月夫，他是阿偶，日文哈，在用阿偶，然后我们的中文翻译本里面讲的是蓝仔，他没有提到他的家庭，这个都是老师在阅读的时候呢，好，一点一点把他的一些蛛丝马迹把它拼凑成这个哈，所以念书的时候呢，好，待会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小技巧这样哈。好，他呢是一个什么呢？橄榄球队的一个队员哈，然后呢，因为橄榄球队，然后被推荐入学到一个什么名古屋的私立的大学，然后呢，好，他之后呢，好，绝交之后呢，他后来就去什么 Toyota 里面的什么哈里面工作，后来呢，跟多奇座相遇的时候，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多奇座不是去巡礼的吗？他到底巡了什么礼啊？
干嘛？就是外面走一圈嘛？不是哦，因为他很想找到答案。所谓你要找到答案，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要回去怎么样找那一个人？他就跑去找回去，就回去一个一个问：你们当初到底为什么对我这样？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所以他回去找他的那个时间点，他刚好在什么 Lexus。里面工作，而且他六年前就结婚了，也就是几岁的时候结婚啊？30岁结婚。他有没有请那个智库路去啊？有没有找那个多奇座去啊？一定没有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他结婚了，对不对？他不知道啊，哈。好，再来，他是跟他相，就是重逢之后才知道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卡，这个阿卡叫赤松庆，你就知道这个是红仔，对不对？男生的红仔。他其实呢，好，他家里呢，他的家境是这个样子。当年这个时候，当年我刚刚跟你说时间很重要哦。当年呢，他的。不知道爸爸现在在不在，但是呢，就是什么呢？他爸爸是一个民国大学经济部的教授，好，所以呢，因为爸爸的影响，他成绩也非常非常的优秀。然后呢，就这样进了他爸爸所教的那个什么学部里面去念书了。后来呢，就这样毕业，然后进了什么大手银行，这不是哪家银行，不是富邦，也不是台新，这个只是很大家的意思，大之手的意思，哈。好，来，然后呢，好，27岁的时候结婚，之后不多久，没多久就离婚，没说几岁，为什么呢？答案在后面。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好，那现在他呢在做的工作是什么？自我启发、自我能量的开发，这样的公司他在经营，而且经营的有声有色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他呢回去寻你的时候呢，好寻就是回去找答案的时候，一个一个一个找，从他们一个一个的答案里面，然后呢去找到哦，原来当初去拼凑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有人什么问题，这有人什么问题，这样。好，最后呢，好不是最后，来第三个来找到的这个叫做骷髅这个人呢，好各位知道这个叫做黑，这个字很难念哦，一个零再一个土，请问你知道这个怎么念吗？看过本文的，看过翻译本的同学。你还记得这个字怎么念？这个字呢，等同于原野的野的意思。好 ，OK， 好，黑野惠理。好，这个惠理呢，好，他现在他当时呢，哈，他爸爸呢，是在名古屋市内开那个什么，就是是税。税捐，也不是税捐，就是开一个会计事务所那种，就是帮人家整理税的那一种哈，那一种职业。好，然后呢，他是一个很有独特的，各位要注意一下，等一下我们提到他，他有个独特的幽默感，就是我们现在说起来有点像黑色幽默，就是他的就是会。然后你觉得你在跟我开玩笑那种感觉，很有特殊的幽默感。可是他很认真的念书，很喜欢读很多的不同的书。然后呢，他之后呢就进入了私立的女子的大学，女生只有女生的女子大学，日本还是有这样子的大学。以前的静大学是女子大学，各位知道吗？只有女生可以读哦，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好，现在嘿，以前呢、啊，现在就是男生也有收，也有收男生了哈。好，然后呢，这个私立大学，私立的女子大学的英文科，后来呢，他进了，后来呢，又去哪里呢？又去了这个艺术大学的工艺科。哇，怎么差那么多呢？嘿，这个刚刚有同学跑来前面跟我抱怨，老师我都还没看完，你这样跟我结局都爆雷了，这样子我怎么看下去？可是没办法啊，这有一件，你们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预习吗？预习，上课前要先预习好才能来啊，是不是哈？好，我怎么知道你今天要讲这一本？所以说要看完再来，这样好来。好，那这个会，他现在人在哪里呢？他人呢已经结婚了，而且他有两个小孩哦，很可爱的女生呢。住哪里？来，各位你知道这是哪里？叫芬兰岛。芬兰岛是哪里？芬兰，北欧哎。她老公是外国人，她嫁给外国人。好。为什么他要去这么远的地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好，来，这个可能跟你这个也有关系。最后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好，这个人叫做西龙白根柚木。好，各位，好，不是斯肯柚木哦，嘿，白根柚木。好，这个女生呢，好，她呢，她跟这个这个惠理呢，就是黑眼惠理，骷髅呢，这个小不是小黑，说黑妞，好。跟白妞其实他们在这个团体五人小组里面，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这个黑妞呢，她其实是一个非常
就是 sporty 比较动感的女生，哦，那这个相对于话，这个西罗看起来就是比较小家碧玉这样的女生，哦，所以呢，这个跟他们的，抱歉，跟他们的家里的状况也有关系。她呢，这个白妞呢，在这个在她的家庭状况 家境状况是这样子，就是她爸爸在名古屋市内是开那个就是妇产科，哈，妇产科。那他其实喜欢的是生物，他本来是想要当兽医的，可是呢，他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他就放弃了去读兽医的相关科系，然后进了音乐大学的钢琴主修这样子。好，那结果呢，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在他自己的家里面教了两年的这个。教了两年的这个钢琴，然后后来就住到，就是搬到这个什么滨松市，然后呢，这里老师打了一个问号，他是不是心理上有什么样子的障碍呢？不知道，但是呢，所有的问题呢，好像直指是他惹出来的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当时36岁的多奇座，他去找他的时候，6年前，也就是在30岁的时候，两个人因为年纪应该是一样哈，30岁的时候，在他搬去滨松市的房子里面。被人家勒死了，被杀死了，凶手不知道是什么人，找不到凶手，哇，又开始罗生门了。好，那多奇座，我们来看一下他自己呢，他自己什么样子的状况，来看一下这个爸爸呢，好，他是做不动产的，他有一个爸妈，两个姐姐，然后呢，小时候呢，他就很喜欢看那个铁路，有没有喜欢看铁路啊？铁道有没有？这里有没有铁道迷？没有哈，好，日本很多人会去追那个什么铁道新干线呐，哈，各种车型的都有。好，然后呢，后来他就进到，我说了嘛，刚开始说了，他呢只有他一个进到什么东京去念大学，所以其他的都留在名古屋，只有他一个人去东京。好，所以呢，后来他就怎么样，找一份工作是跟什么铁路公司有相关的工作就进去了，然后呢也交往过3-4个女孩子。目前当时的他呢是在铁道的公司里面的设施部的建筑科，然后呢他对于过去因为这个沙罗提醒他，你心里有那个什么让我们的关系无法往前，所以你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才回头去正视对我这个问题。好了，这个就是所有的什么呢，好，他的状况哈。好，所以你也知道多奇座呢就一个一个去把他们找出来，拼凑出原来的他觉得他从他的角度看出来的真相。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重新整理一下是长这个样子。好，来请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多奇座呢。好，刚刚有这五个人嘛，五人小组，各位你们没有觉得五这个数字也是一个密码吗？很多都是五，很多都是五，很多东西都是五，五什么五什么五什么哈，对不对？好，奇数的五其实是个很神秘的数字哦。我记得那时候我有一个，我在留学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呢，哈，韩国的朋友，他告诉我说，我去韩国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看我们那个皇宫上面有站很多那个，你知道屋檐上面是不是有站那个奇兽？有没有就奇珍异兽，一只一只一只。哎，你不要觉得它随便摆的，哎，哦。后来我回去才知道，原来中国的传统是这样，那个屋檐上摆的那个珍兽其实是辟邪用，而且几只就代表你的地位这样子，看你是越高呢还是越低哈，它有分这样子哈，7只最多到9只这样子。好，所以五也是其中一个哈。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五这个数字到底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什么关系。我们来先看看我们曾经我们可以在坊间看到的一些论文，或是说有人提到的五跟这个颜色有什么关系。那来框一下五个颜色，哪里啊？五个颜色明明就有4个。好，有人就硬要跟他说五个颜色，我们看看别人怎么说哈，其他人怎么说。当然这个很清楚，五个颜色，蓝色就代表青，就是蓝色嘛，红就是代表红仔的红色嘛，再来这个是黑色，好，那这个是白色，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要问你们问题，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好，这个五就这样哦，没有了，还有啦，请看哈，还有一个叫五方。如果大家有研究风水的话，风水应该知道，方向有几个方向，各位？东西没有叫你打麻将，但是是什么？东西南北吧，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中间来，各位看一下。好，这个蓝色呢，如果去对应，这是有对应的哈，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学说对应的，蓝色是对应这个东方，然后呢，红色是对应南方，黑色对应北方，白色是对应西方。那请问一下，你觉得多奇多应该是对应什么？你们说的哦 ，OK。好了，再来下面一个五行，你有没有听过五行啊？五行是什么？哎呦，很好哦，嘿，来，请问今天是，今天，日文呢也是用金木水火土这样来表示一周哈，什么曜日什么曜日？请问 Q 啊，南曜日ですか？什么？今天是什么曜日？木曜日叫做木曜日，来，来看一下，来，对，蓝色代表的是木，东方，好，再来，火是南方，好，南方好热的，再来，好，其实还蛮有理解的，北方是水，然后呢，好，然后这个西方是金，那请问一下，这是啥？不知道，你猜猜看哦，因为这是人家讲的哦。OK， 我介绍给你们喽，你们写的答案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很多同学都会觉得，那你觉得它的代表颜色会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譬如说五色说，好，有人就这样说啦，五色里面其实包含另外一个颜色叫黄色。黄色，而且黄色是正统的颜色。如果你知道黄色是知道吧，以前的皇族的颜色也是黄色，对不对？黄袍加身有没有听过？再来五行，来少了一个什么土？好，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也不知道。嘿，好，好，等等啊，对啊，这就是我们整理别人告诉我们说，原来人家说的有这个，所以他就用这样子去把它推测出来，用三去法就是他这样子。好，五方说水代表是中，所以有什么有黄有土有中，好，所以呢，好，你知道天圆地方，所以呢，所以各位，他们觉得这个五行，有一篇论文是怎么写的，他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因为这样的关系，他觉得这个整个五人小组其实是以谁啊，以这个多奇座为中心，所以呢，当多奇座决心要放弃离开这个五人小组的时候，他就正式的瓦解了，类似有这样子的说法，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所以他的巡礼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时间没有很多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它代表的是什么呢？要从过去超脱跟重生，什么意思？刚刚有告诉你，他回去，他去做了这个巡礼，他一定会有改变。他知道了很多真相，你会不会吓到？当初竟然是这样看的，看我的，那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们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报结局给你吗？同学要吗？就是那一位深情款款的帅哥，刚刚他来跟我说，你不要再告诉我，他发抖了是不是？不要这样子啊！哈，你旁边那个女朋友吗？不是哈，赶快摇头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继续说下去哈。那个巡礼的部分呢，是因为他回去呢，重新整理自己，让自己不要再对于过去的事情抱持着恐惧不去面对，让他重新去审视，原来当初大家是这样对我的，躲避，因为呢，在当时他找不到答案，所以他选择转身，然后让自己怎么样呢？不要看到，离开他们就好。他当时是怎么做的？所以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阴影，对不对？你以后人家提醒说，哎，你的高中同学是谁？哦，没有，对，他就会这样子觉得，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呢，这个阴影呢，在日文有一个专有的名词，你们知道叫什么吗？叫做トラウマ，知道吗？trauma 有没有？就是心里面的什么受过创伤，一直让你觉得不敢去面对。所以让他去面对的那个人就是沙罗，找他去，让他去，鼓励他去，并且帮助他，让他甚至远赴什么呢？芬兰去找出他的什么呢？啊，找这个黑夜会里去讲一下，去理解一下说，去厘清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所有的故事呢，好，原来指向一个人，就是那个死掉的白妞。好，那个白妞呢，好，因为她说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请问一下同学，你记得是什么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好，请问一下，为什么五人小组里面的其他四个人同时离开了多奇座，在那个大学二年级的夏天。因为白妞说要说啊，不是有同学还没看过。他说没关系，他放弃了。
好，那耳朵捂起来，不要听就耳朵捂起来。好，很吓到的答案呢、啊。因为凡优向其他三个人说，罗奇洛强迫他发生关系，性关系，这样。对，就这个哈，就是这个哈。好，这个白妞告诉他的同学，告诉他的同学说，多起坐，就这样，后面自己想。所以大家都相信了这个白妞，就告诉，然后这个白妞呢，好，就这样，大家就疏离他，也不敢，也不想再去跟触碰这件事情，安慰。只能选一边站嘛，好，各位，这个就是一个同侪的力量，等一下会讲到。好，所以呢，他必须呢，好，要把面对这样子的结果，然后呢，去找出答案。所以呢，如果我们哈，这是一个暂时的答案，大家可以反驳，没关系。好，从过去里面呢，找出重新找回自己，让自己重生这样的一个角度，就像我们每。好，我讲到树又倒了，所以我们不要讲树，我们讲草好不好？就像草怎么样呢？每年回春的时候都会再长出来，一直都会有重生的力量，就像他身上所展现的重生的力量。所以呢，你说他是不是绿色呢？绿色可以吗？各位，不要，我就是要透明带里面。他说没关系，怎么这样？啊，你的彩色嘞？我也可以啊，刚刚的那个黄色，大家呢？你要觉得是黄色也可以，你要觉得绿色也可以。你如果有透明的答案，透明的话或彩色的答案，好了，告诉你要怎么写报告了哈。如果你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我们来看下一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还没完呢哈，我们来看白妞跟黑妞。白妞跟黑妞这个呢，好，各位，这个也是一个一个很好的，就是这是一个起点。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刚我说了这两个人个性非常的就是什么迥异，几乎是也没有说完全相反。但是呢，几乎就是什么呢？好，一动一静刚好是相对的这样子哈。好，那外形上，黑妞嘛，就是皮肤会比较黝黑一点。这个白妞就白白净净的，像个小公主一样，又会弹钢琴，所以大家就觉得讲话也细细的这样子哈。好，所以在这样子的对应上面，难免让我们就会联想到像这种，这么强烈的对比，有光有黑有白这样子哈。老师，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太极吗？哈，好，太极的意思大家可以了解是什么吗？太极的意思可以了解是什么？好，拔河剑的时候嘴巴捂起来哦，乖嘿，要克住牙嘿。好，来，所以呢，好，这个各位如果有一点点的什么，有一点概念的话，知道说这个太极其实就分成黑白两个，各一半，但不是完全切一半，不是切蛋糕，生日蛋糕那一种，它是有曲度的，就好像人哈，人的个性一样。然后呢，好，人群之中又分成这样，有黑有白，或是人性当中也有黑有白。那黑的地方呢，好，有人就是用这样的解读，就是说它是用善恶，黑的部分如果用恶的部分，好，是坏的部分。但是再怎么样坏的人，一定会有个善心。如果大家有读过有一部作品，叫做《蜘蛛丝》，芥川龙之介的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丝》帝都西那部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的剑陀多，他虽然杀尽就是坏事做尽的，是一个坏事做尽的一个什么大盗，但是他看到小蜘蛛正要踩下去的时候，心里善念一起，不行，他也是条生命，脚就伸回来，他也是有一个善心在里面。再来，不管你是多么好的人，好，你总是会有很黑暗的部分，或者说很阴暗，不让人家知道，或许没有展现，只有在你自己一个人所才知道。所以呢，好，很多人就把这个展现就这样子的太极的这样子的哈，阴阳这样的太极的这样的想法呢，好，放在用善恶来解读。但是如果我们放在这里来解读这两个黑妞跟白妞，其实不是很适当，因为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善或完全的恶，或大部分的善或大部分的恶。好，所以呢，我们并不用这样子，我们只是要用借用它的一个概念，叫做好。我们来借用他的概念，就是他们在个性上跟外表上的反差其实是这样子。他看起来呢，好，这个白妞看起来外表非常的白净，非常的安静，可是因为他说了这一个大家都后来证实应该是一个谎言吧，好，应该是好，看起来那是个谎言，然后让大家分崩离析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部分他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好，不知道，他的个性上面跟他的展现的特色呢，好，是完全相反的。好，大家知道哈，好，那我们
先看一下下一张好了。原来他们有这样子的关系哦。好，好，来看一下这里，看了这一页你就知道，哇，他们两个难呢，怎么这样？还有三角关系。各位同学，如果你看了那个村上春树的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他的故事里面常常会出现三角或四角关系，包括从一开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听风之歌，一直到后面都会有陆陆续隐隐约约可以抓出那个脉络。好，一样的在这里，各位同学，如果你有一个五人小组，三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女的都喜欢你，你看你怎么办？难解，对不对？是不是？小瓜带哥哥，对吧？哈，是吧？哈，会不会？好，是，好来。所以这两个呢，好像都很喜欢这个多奇座哈。然后呢，好，可是呢，好，当然啦，他们彼此都知道。可是因为白妞也喜欢，黑妞也喜欢，白妞也知道黑妞喜欢他，黑妞不知道黑妞不知道白妞喜不喜欢多奇座。好，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白妞一发现，小蜜你也喜欢他，各位。男生在座的男生们，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座的女生们，你们就知道。在座女生们，这时候你摸着你的良心来，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好，摸着自己的良心，我会嫉妒黑妞的，请举手。你怎么可以喜欢他？有这样的想法，请举手。一定有。好。我允许你睡觉的时候举手，好，但是好，所以一定会有，他会觉得，哎呦，对不起，好，按太快，好来，好，当他察觉的时候，他觉得不对了，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好，一方面，这个白妞他觉得我要维持这个五人小组的平衡，大家都要一样，可是私心底下觉得不行，多奇座，我不想要让别人破坏这个平衡，我也不要让他占有这个什么呢？黑妞，可是黑妞都没有告白哦，都没有，所以呢。他说了一件事情，好，他觉得该怎么做可以让这个小五人小组可以继续维持住呢？好，他就告诉人家说，我被多奇座，这样子 ，OK， 好，所以呢，好，其他的四个人，其他的三个人就真的相信了耶。然后呢，相信完了呢，很相信了之后呢，竟然大家就一个一个不跟多奇座联络。然后把它划开来，因为他觉得应该要保护这一个各位弱者，保护他。第一个，第二个是他们也没有去问多奇座哦，都没有去问他哦，然后就把他排除在外。所以知不知道真相？他们只听了白妞说，有没有听多奇座说？没有。等一下会提到这个问题。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多奇座的人生从此风云变色。好，来，请看一下下一张。所以白妞跟黑妞当中的姓名密码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他并没有可以，并不是要告诉你说他有多坏多好这样子，而是用黑与白。我觉得他的设定很好的，这个名字命名的很好，是因为他用黑与白来反映出他们的个性的特征。就是我刚刚有说的一个一动一静这样子。再来还有一个就是黑与白，也说明他们各自的人生机遇的变化，而且是很讽刺的。为什么呢？白妞在照理说应该看起来是非常平顺的，家境也很好，家里爸爸是开那个的，对不对？哈，开那个妇产科的嘛，对不对？对不对？哈，所以呢，希望他也是家境也好，让他学钢琴，也读音乐大学，看起来一帆风顺，可以嫁个豪门，然后就是过了他的人生。可是却不是这样，竟然他一个人独居，教了两年的钢琴，然后独居，然后竟然最后被人家杀死，还不知道凶手是谁。哇塞，这人生经历真的变化太大。相反的黑妞呢，她其实呢，她呢接触到了这件事情之后，知道说从大学时代知道了这个白妞遭遇了这样的状况之后呢，好，一路的陪伴她，也知道说她好像不太对劲，想要救她，想要开导她，可是就觉得她的个性上面好像有一个地方走不出来，所以呢，她呢，好，知道这个白妞被杀了之后呢，她也离开了这个日本这个伤心地，然后远嫁到在那里那个芬兰去了。好，所以呢，啊，人生就是这样，对不对？总是有光啊，有影啊，有光明的时刻，也有阴暗的时刻，但是不会永远都是阴暗的，对不对？也不会永远是光明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差不多要做一个结论了，所以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呢，告诉大家 keyword 很重要，也就是所谓
keyword， 我们要去解码的 keyword。 当你找到 keyword， 我们今天是讲姓名，所以把姓名挑出来，然后从大部分从大长篇小说里面把所有的找出来，我们挑其中一篇作品来说，然后呢我们去梳理一下我们就是登场的人物的周边关系，刚刚也告诉你的，他跟其他人的关系是这样子，故事这样。然后呢，你再去分析，再去分析一下人物的心境变化，他心里会有什么样的起伏。知道的时候，各位，这个故事很有趣哦。你如果站在每一个人的立场，你去读那本书，你去站在每一个，如果你站在蓝仔的立场，你会怎么想？如果你站在白妞，我会不会想要把多奇做占为己有，或是我是黑妞，我就啊，我的朋友喜欢他，我让他好了，你会这么想吗？哈，好，你来，你们可以嘿试着去嘿看一下再说，然后呢，找出 keyword， 其实跟主题的对应关系，你这样子的步骤，各位。今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任老师说，曾老师说，说大家要怎么写报告，对不对？这是提供一个你们写报告的方法。当然呢，当然每一篇作品也可以这样，你不用写姓名，你可以找的是不同的东西。等一下给你们一些哈，一些 source 给你们哈 ，resource 给你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姓名密码的一个小结论的话，你觉得多奇做的没有色彩，多奇做真的没有颜色吗？你们觉得有没有颜色？再请教一下，你觉得它有没有颜色？还没看，好像有颜色。哎，有人点头哎。好，来，有吗？有颜色吗？不知道，我要自己去看过。欢迎大家去看一下，找出你觉得它应该要有的颜色。但是我的结论是，没有色彩的多奇做不代表他的人生是没有色彩。林星起拆写给，知道吗？哈，大家好好珍惜生命哦。有没有看到跑马灯？好不好？哈，好，再来下面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帮助大家去怎么去分析，或许去理解这个文学，念文学的时候，或是文学作品，也可以用 keyword， 它可以等于是一个切入点，从这边开始看。你可以找出什么样的蛛丝马迹，然后拼凑出人家不清楚的地方，这个故事没有交代的地方，来，也就是说什么呢？解析或是解读隐藏在这个作品很深的地方，人家看不到的，但你看到了，而不是只是念哦，我念完了耶，这样子哈，好吧。然后呢，最后这个是要给大家的一个整理一下这篇故事。如果我觉得应该是要大家都看过才有办法来讨论这个作品，但是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把这些也列入考虑一下。好，这是我觉得我整理出来，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应该也是在这个故事，这篇故事里面会有的，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的问题。譬如说亲子沟通问题，什么叫亲子沟通问题呢？各位，你们跟你们爸爸妈妈有没有代沟啊？爸爸妈妈有没有？还是只有把爸妈当提款机的举手？只有笑哈，笑着都有问题。OK， 好，我的事呢？好，有没有觉得妈你都不跟我不听我说？好，算了，我有事情我也不要跟你讲，有没有？有吧，多少这样哈。好，那这里出现的亲子问题是什么？你们还记得吗？我刚刚说的白妞，其实她是依照家里的愿望才去读她自己想要的，她去读她父亲家里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科系，她并不是依照自己的愿望，所以她其实有一点点身不由己哦。所以亲子沟通的问题，其实在这边隐隐约约的凸显出来了。包括其实多奇做她自己也是，文中也有说，请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找出来，理清楚，然后整理出来他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有没有共同点。再来第二个叫做恋爱婚姻的问题，好，恋爱婚姻的问题，好，刚刚有一个叫做红仔吧，对不对？有没有红仔？哦，他一路就念经济了，对不对？对不对？经济的，有经济系的老爸当教授，对不对？然后呢，自己的呢也念得非常好，还在很大间的银行里面工作。结果他结婚之后没多久就离婚了，哈。好，里面呢，哈，他其实没有讲得很清楚，但他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一个同性恋的问题，哈。好像呢，好在我们的其他的作品里面，哎，不是只有这一本哦，哈。其实村上对于这个同性恋的议题，他自己也有在公开场合表达出他对于同性恋的看法，所以呢，其实他其实个人也还蛮关心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从作品里面不同的作品来比较一下同性恋或是异性恋有关于相关于这个恋爱与婚姻的问题。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同侪霸凌跟集体暴力问题。各位，这一篇刚刚讲下来，你们有没有觉得五人小组其实基本上？不要说离间好了，就是孤立了一个那个多奇坐在那里，算不算是一个同侪霸凌的问题，是吗？你们觉得？你们会这样吗？
你们会吗？有没有这样被人家对待过呢？有人要哭了，不要哭啊，不要哭哦。好，所以这个集体霸凌问题哈，好，集体的暴力问题，所以其实这是让我们去反思，我到底有会不会这样对人，再来别人有没有这样对我，如果己所不欲，是不是不应该把这样的东西给别人呢，误施于人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看了作品之后体悟到这个问题的，体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反省的时间点。再来是社会治安问题，那大家应该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了，大概就是什么呢？会侵入人家的房间里面，然后把人杀死的这问题。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它就是一个凸显对于社会的不安，或是自己环境的不安，或是女性对于所处的环境的什么不安感。OK， 这也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其实这几个问题最后都是告诉你什么？去思考你的外在的环境，或是所面对的问题，然后呢，反思，看回来自己的心里面，我可以怎么做，可以让我自己追求到我自己内心的平静跟平衡。好，那大家就会哈。看这个文学作品看了这么多，可以让你思考这么多，然后就让你追求到这个，哇，这个超厉害的，有没有很厉害？叫做文学的本质。有曾经呢，曾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说，廖雨清，你觉得那个文学无用论吗？念文学没有用吗？其实不知道，我觉得念故事就是很好的一个哈。当时呢，我陷入了沉思，但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对我来说，文学对我来说，除了我刚刚说的故事，看的故事愉悦自己之外呢，还有一个，各位，你看到了这些问题，你会学会去反思、去反省，甚至你会更积极的会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呢，各位，你更会懂得怎么去珍惜对方跟自己，你的对方哈，就是对方，你的朋友也好，还有，我觉得这个更珍贵的，一个人的人生只能有一次，几年大家不知道，真的嘿，一个人人生只有一次了哈。可是你有没有办法体验所有的人生，所有人的人生？好，你有没有办法体验，譬如说郭台铭的人生？你有没有办法体验李远哲的人生？再不然，你有办法体验厨妓的人生？很奇怪，强盗犯的人生没有。可是作品里面不同的作品，它会叙述以不同的角色跟角度，你去读它的时候，把自己放在里面，哦，原来他们的看的视野是这样子。你回想到，回归到你自己，你觉得你应该把你塑造成怎么样经营自己呢？好，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文学做文学看文学最棒的地方。好，好。来吧，所以呢，这个是我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今天呢哈很认真的在听课哈，然后呢我们待会要一起讨论，所以呢各位到这里，请问一下有没有任何问题呢？有吗？有没有？好，没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有没有紧张的问答时间了，可以吗？好，可以吗？好，来，如果还没有写好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大概2分钟的时间啊。好。好，赶快啊，2分钟的时间，麻烦各位同学赶快把握时间来写啊。还有各位今天的讲解的内容，各位听完感觉如何呢？今天老师针对了一个作品叫做《没有色彩》啊的多奇作与他寻你之恋啊。多奇作为什么是叫做做做东西的做？本来这个做跟创造的造，他日文都是念成つくる。可他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爸爸跟他妈妈就有点在说要哪一个字好呢？后来决定用做这个东西，做是做事情的做。如果用创造的做的话，就变成要创造一个大时代。他觉得这样给小孩子的负担太大，所以就让他写这个做。还有刚老师讲的非常仔细的一个内容，不好意思，好多都爆梗了哈。那有一个另外没有爆出的梗，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同学来分享看看哈。我在研究所我们有读过这一部作品，我们是跟日本同步的，所以呢，淡江大学念书的话，你也可以上研究所来上我们的课，我们都完全跟日本同步，他出什么书我们就念什么，他出什么书我们就念什么。所以有一个学生，我觉得他的那个什么论文写得非常棒，我真的是拍案叫绝。你们知道白妞是谁强暴他的？那个同学推论出来了。多奇作说不是我没有，但是他被强暴了，黑妞陪他去堕胎了，对，然后他被杀了，对，
啊，没有人强迫她怎么怀孕，她怎么被杀的？你知道谁杀死她的？我们的同学用推理小说的方式把她推出来了，写得非常棒，可是绝对会一笑置之而已。可是就不知道怎么反驳她，讲的又好像很歪理有理。好，来猜出来谁杀死她的，谁强暴她的，请举手。加100分，快快，这个时间点只有2秒钟，好，过了，不好意思。想知道答案，下礼拜来上课。啊，想知道这个答案，明年再来上课。来，想不想知道答案？好，对不起啊，你们年轻人都没有那个活力，对一种知的一个需求，这种八卦的探知的一种好奇心。到底谁杀了他？想知道请举手。万老师不讲哦，我很拽的咯。好，差一半，那一半同学留下来，老师告诉你们，其他不知道的话就扣分回家了。好，来，想不想知道？上面阿宝。好，为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猜？你若当爸爸，我强迫强迫你。啊？很惊恐。不会，那你为什么这个答案？你是二文系对不对？西文里头的文学很多是这种吗？啊，都是色情的，都很有趣，都是爸爸强暴女儿的。哦，扭曲哦。哎、欸，我建议你，你也可以念日文。对，他答案是他爸爸。是他爸爸强暴他，也是他爸爸潜入他的房间把他杀死的。哎呀，真的就哎呀，对，这就是念文学的所在。你本人是不可能这样，你可以从作品里头，那学生推论的又非常的好像有理。对不起，2分钟过了20秒，超过20秒了。好，谢谢老师哈。好，所以呢，好，各位同学，好，那个是学姐推论出来，日文系的学姐推论出来的结果。如果嘿。我真的觉得这部作品呢，哈，我觉得他如果在我喜欢村上，因为我其实本来不是一个很喜欢村上的人，我没有很喜欢读他的作品，因为我读了一篇作品之，读了第一篇作品就觉得，哦，我中毒了，中毒的意思就是我再不想读的意思哈。可是呢，好，但是我重拾信心是因为这一本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哈。大家图书馆有书可以去借来看，欢迎大家，而且你会发现里面原来有这么多可以讨论的，欢迎大家期末报告写这篇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写哈。好，那我们来，同学写好了吗？写好了吗？好，写好了，2题都有写的请举手。后面那一题不会写的举手，后面那一题不会写的对，很好。后面那一题是什么呢？妈妈看一下哦，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第一题是村上春树课程讲座课程吸引你的原因，好，要讲哦，三个，好，好来，好，背面啊，什么才写一个？你应该不会是写老师很正吧？没有，没有，怎么这样？再来第二题，以一本村上春树的作品为例，说明该作品的 keyword 是什么？好了，我知道这一题是学生论题，要你讲出来，真的我也没看多少作品，我知道到现在应该也还有同学还没有看过村上春树的作品，对不对？是不是还没有看过的，偷偷举食指给我看，一本都没看过的。好，没关系，嘿，好，啊，赶快去看呢，哈，因为考试不是啊，那个期末那个报告的时候，一定是要用以作品为那个哈，所以这一题你可以当做你什么期末的报告的题目也无所谓哈，要写出来，哈哈。老师有限定几个字吗？看怎么样定好了。好，老师说他慢慢想看大家的上课的表现就是了。好，那我们先来请大家回答第一题好了，请各位同学来，有哪一位要全部交回来哦？好，来，请问一下手上有拿三支的同学填好的，请举手一下。好，退班一个代表来，谁先出来吧？快点哦，有出来上台的整组加分哦，是整组加分，曾老师会加分的哦。来，好，我们时间不多，我们看时间，如果多的话三组，少的话只有一组咯。好，准备哦，全组加分哦，嘿，好了，1、2、3，来，谁？没人。没有吗？全班扣分哦。怎么那么可怕？哦，来，请上台。当然哦，来，积极一点，动作积极一点，赶快你上。
就是你知道这一部作品，我去那个搭那个什么线啊，搭台北市政府的那条什么捷运线叫什么线啊？板南线，这样他在搭刚出来的时候，政府的广告那么大，我说哇，时报你真的有钱呢？为什么他买这一本书的版权很贵呢？然后他就砸大钱下去，为什么他要砸？他认为这一部作品可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然后有一家那个什么新闻，他就写两个稿，一个就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那一年能获奖他会发布这个 A， 不能得奖他会发布 B， 就发布错误，对，那没得奖发布到 A 得奖了，就那个研究辞职。所以这部作品是非常非常被看好的一部作品，很遗憾还是没得奖。好，请告诉我们你觉得你们那一组的同学的意见哦。好，冷静，好，不要一直靠近我，好，站中间，好，谢谢。好，请问村上春树做讲座课程吸引你们那一组同学的理由是什么？三个都要讲，请看着麦克风，不是啊，看着那个摄影机讲。第一个是感觉跟日文有关，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日文系的。OK， 好。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村上春树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作家，所以想对他认识多一点。很好，还有没有？第三个是，我觉得讲说课程感觉比一般上课还要有趣。真的吗？那你有印证了吗？没有。有比较好玩一点，只有比一点点。 OK， 好，谢谢你。好，来这一个，好，谢谢。来这一张先给我了。好，谢谢。有没有写名字？等一下来加分哦。好，加分哈。好，老师，我刚才那个。好，来。好，下一组啊，那个理由不能重复哦。好，很可怕。还有没有？要不要？要加分哦。一二三，快。没有，剩两组的机会哦。好。下一组的时间不够喽。有没有？再一组，快点。晚组那组要不要？快，我们不能晚读害羞，来，赶快。我们不能指名，快。好，不能哈，好。四年级的，快啊！好。一二三，快点。好，赶快举手啊！晚读要。好 ，OK， 好，来，同学，请出来，坐。好好。黄伯君，你不出来啊？啊，我去，WiFi 被呛怎么办？好，大四的啊，我想上大四，因为舍不得你这样。对，只要讲第一题了，你觉得哪里吸引你这堂课？然后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可以顺便讲，没关系。我随便讲，认真讲，对不起。就是有可以从不同面向认识村上春树，因为就是老师都会邀请，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的老师教授的，就是的人，然后就是他们都会从不同的面向切入村上春树这个人的，然后去讲他的文学这样。然后第二个是解答他文字下的意义，就是有一些就他的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就是他表面上文字是这样，但其实他还有一些深层的意思这样。然后第三个是想要了解日本文学，就是因为我们这组也是日文系的，然后所以就想说就选跟日本有关的那个课来修这样。好，好，谢谢，哇，很棒，好，谢谢你，好，谢谢哈，好，我们的时间好像已经快要到了，所以，好，已经敲钟了，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上到这里，那等一下还没讲完呢，还没说下课两个字不能乱动啊，OK。